当婚姻走到尽头，明星离婚后再爱容易吗？容易再婚吗？有没有这样渴望的一个心情？一直都很渴望，因为我觉得我是开一个不对的人，而不是婚姻本身有错，我有被害，有妄想症，就是有再一次受伤的很钱了，甚至就是那种辣油滴啊，皮鞭抽他都不会吭声。哎呦，真的、啊。哇这一我真的觉得红中烈马，你只是还没有遇到关老爷而已。今天晚上10点，请打开。